大家好，我是香港武艺舞会创办人简师傅，大家可以叫我做 Cass。 咁我就喺武术同埋舞蹈方面已经有20多年嘅经验噶啦。喺2015年嘅时候就开始有咗小朋友，咁喺呢个时候就发觉原来要照顾小朋友、照顾好自己嘅家庭系用好多精力、好多时间同埋心力嘅。喺嗰个时期特别我哋身体要抱小朋友各样腰酸背痛啊、颈痛啊，全部出晒嚟。在这个时候我就用回以往这么多年的经验，在武术方面入面的气功和跳舞方面一些基本的拉筋动作，将入面的精髓结合了，很短的时间就帮自己身体的痛症就处理好了。于是我就想将这套这么好的方法设计了一系列不同的课堂，例如我们有养生的拉筋班，也都有我们的排毒瑜伽和气功班等等，很多很多不同的课堂，就是希望藉着这些课堂可以帮到都市人，特别有家庭的你、有工作的你，特别如果你有腰酸背痛各样的问题，真的诚意邀请你为自己的健康行前多一步，在课堂里面见大家。